小丽啊，陆兆明，我马上要核对账目，没时间跟你说话，再见。哎，你先别挂，你先别挂，我就说两句话。那天是我不好，我向你道歉，请你原谅我。我接受了，挂了。哎，小丽，小丽，我现在心情特别乱，大哥帮不上我，老三对机关的事儿可一窍不通。 也只有你能跟我说说话了。如果你晚上有时间，能不能出来一块坐坐？我也想当面向你道个歉。小丽，你别这么生气。那天的事是我不对，可是你心里要是没有大哥，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鲁莽。我希望咱们还能回到过去。 还能像从前那样交往，至于心小心那边，我会跟他说明白的。你太恶心了！我再恶心，那也说的是心里话。你现在怎么骂我都是对的。咱们晚上能不能见一面？不可能！就不信了。 我正准备敲门呢，就听到他在屋里暴跳如雷的训斥他的手下。是吗？这个人的脾气太暴了。是是是。哎，那意思你没有见到他呀？我这个时候进去，不正忘枪眼上撞吗？我就是请他出来吃饭，他那个时候也未必跟我面子啊。是倒是。我跟你说哈，这事儿啊，我做工作是一方面，你也得努努力。是。我就不相信了，一个小小的主任怎么就搞不定他呢？哎呀，马总。 你不是跟他们局长挺熟吗？我要是跟他们局长熟啊，我不会把他放在眼里。哎，我可没说不把他放在眼里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别瞎说啊，最后让他知道了啊，我冤不冤啊？现在这个社会浮躁得很，哎，大家都在用耳朵办事，不是用心想事儿，尤其在机关里头，耳朵比心重要。是吗？哎，你呢，有口无心的一句话，哎，他们就会用去，反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 哎呦，马总，哲理呀！哎，我发现您现在的思路很敏捷呀。哎，我们这些生意人啊，如履薄冰啊，啊，尤其是掌握我们生死大权的人，你得罪不起呀。得罪不起。啊，你得小心，你说错了一句话，你什么事儿都办不成。你说的对，你别看他们表面上把我们当成大款了。 可私底下跟我们玩的是老鼠、猫的游戏，猫捉老鼠，把我们当成老鼠了。不，我们不是老鼠，我们是老虎。老虎，对对，老虎，咬它。哎哎，那个窦主任的事儿。 不能光靠我，我会去见他。你得上上心啊！是是是，男人嘛，地可烟，喝点酒，事情好办啊！是是是，我也想想办法，我也想想办法啊！瑞瑞，看你的精神状态不错呀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 我想你了，想见见你，这个理由够充分吧？就追我的人不少，我还没见过像你这么死皮赖脸的呢。不过呢，你要追我是你的权利，我也管不着。追我的人那么多，多你一个也不算多呗。哎，我都已经死皮赖脸了，你要是再不开心口，那我也太委屈了吧？这你自己可以证明，我对你有多努力，我那么上赶着追你。 你要是再不给我留个口让我钻一下，那也太说不过去了吧！我就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没有。
有，可是不强烈。我喜欢的，我喜欢的是那种乌云盖顶，可是你呢，就是一缕白云，充其量也就算是个优等生吧。哎，你除了这以外还别的什么吗？对了，那我怎么着也算是你干爸的手下吧，我可是一家大医院的医生，配你不丢人。这有什么可炫耀的？我爸、我妈、我干爸、我干妈全都是医生，哪个不是医生呀？这一点在我这儿可算不了什么。哎，秀一，啊，过来。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问我一个问题？就你？你能问出什么问题啊？行吧，那你问吧，你问一个我答你一个，我正要看看你怎么表现你的幼稚。好啊，我就问你一个幼稚的问题。一瓶红酒和一个漂亮的美女，如果让你选择，你会怎么选？那刚才还说幼稚呢，回答不上来了吧？那得看他们俩是什么年份的。如果是一瓶一百年的红酒，跟一个上百岁是美女，你说我选择哪一个？哎，就你这也算是问题？哎，你是不是知道答案呢？没有一个人像你回答的那么准确。这就是哄小孩玩的，就你信，还拿来哄我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跟你男朋友也问了这个问题啊？哼，你心里有他，我也不怵。他怎么回答的？一定是两个都想要吧？你怎么知道他这么回答？你知道正确答案吗？当然知道了。你告诉我。他就是不喜欢你。拜拜。哎，小丽，别走。放开我！这里是我们单位，我不想让别人见到。哎，小丽，你别走，我就跟你说几句话。哎，小丽，你别走，小丽，我就跟你说几句话。松手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我认识他。三小姐，你们认识吧？哎，小丽，对不起啊，小丽，你干嘛这样啊？你还让人以为我还耍流氓呢，我就跟你说几句话不行吗？我不想听。妈，小丽姐，你们俩说什么事儿呢？那你小丽姐告诉你啊。小丽姐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快说。三弟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我准备和大哥结婚。真的，真的。小丽姐，你可千万别让我们空欢喜一场。你真的考虑好了要嫁给我大哥？你可别逗我们了。三弟，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像在跟你开玩笑吗？真是，你说的也太突然了，我这是天大的大好事儿啊！这段时间我考虑了很多，我觉得这儿就是我的家，我跟这个家有着不解之缘。今后我要堂堂正正的做妈的儿媳妇儿。好，妈可欢迎做妈儿媳妇儿。你大哥要听见不美死了，真是老天有眼啊！你看转了一大圈，怎么又跑到咱窦家来了？太好了。
我这就把你大哥叫回来。你看妈等了盼了，终于盼到这天了，明儿一大早就办证去，行不？听妈的。真乖，真乖。小丽姐，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啊，你要不要考虑的仔细一点？三弟，你忘了你是怎么劝我的了？你不是也希望我早点把自己的事情定下来，这样对大哥、对妈和咱们这个家都有好处。就是慧儿，你不是挺会哄妈开心的吗？你怎么说话说不到点儿上了呢？行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，定了啊！你们去办证，我挑个喜庆日子，热热闹闹的给你们办了。回头你跟二哥说一声，他点子多，有经验，让他回来帮着出出主意啊。我这回抱孙子可有指望了。妈，那我现在就给大哥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。快打去啊！小丽，我一定让小光对你好。你现在还好，他能做得到啊。妈，我信。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太好了，哎呀，老天有眼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。说这老子怎么想的？怎么叫我呢？是啊，打你手机你关机，打你家电话又打不通，你是把线给拔了？现在闲得烦，谁的电话都不想接。就让你给害的，我还得跑到你家门口来堵你。堵我？为什么呀？妈让我来告诉你，说你今天必须要跟你单位请假，然后回家。请假？还必须？为什么？妈有令，就算你今天有天大的事儿，你也必须要回去。妈原谅我了，妈肯定是原谅我了。那我也没必要请假呀，你回去跟妈说一声，这两天是我最忙的时候，我下了班一定回去。妈原谅你，并不是不想跟你计较，是今天大哥和小丽姐把结婚的日子给定下来了。妈说你主意多，让你回去帮他们策划下婚礼。结婚？对呀，这回大哥和小丽姐真的要结婚了。大哥和尚文丽真的要结啊？这也太快了吧！那尚文丽一开始不是不同意吗？这才几天呢？是啊，你也不相信他俩会这么快吧？我告诉你，当时小丽姐跟我说的时候，我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整个人都是懵的。这一大清早的，咱妈就催着我来接你，那边还催着他们俩赶快去领结婚证呢。都领结婚证了？嗯。劝厉害呀！看看孩子们，看看这双喜，多少年了，这手艺没丢啊！真不错吧，挺好的。真好看吗？来，这位置怎么样？看看。再往上点。这儿，那个。右边再上去一点点。好。赵光。哎。我想结婚以后还是叫你大哥，因为我已经叫习惯了。真的要改口，我心里挺别扭的。听大哥说啊，你叫什么都行，只要你高兴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希望今天就是咱俩的大喜日子。我们俩都已经领证了，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你还怕我跑吗？不怕，我当然不怕了。今天是我媳妇儿的，是不是？进去。嗯。妈在呢。哥，妈。哎，哥来了。人带金东兴来了。哥来了。还这都兴呢，哟，开始布置上了啊。二哥，恭喜你啊！终于是有家的人了，小丽，我也祝贺你，终于找到一个稳定的归宿。谢谢你，哎，杜长林，我们婚庆方面的事情可需要你多帮我们策划策划。我跟大哥商量过了，婚礼就在咱酒楼办。对，好啊。哎，小丽，
不对了，我现在改口叫嫂子了。对，小丽姐，没听出来吧？我二哥是管你叫改口费呢，是吧，二哥？你可别说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你看你小丽姐，动作迅速，雷厉风行，这么快就走上红地毯，好事好事。我还嫌动作慢呢，我要动作快点，就能早几天安定下来。这几天我都折腾坏了，现在好了，心里总算踏实了。辛苦了啊。小明，哎，妈，你们都不理我了是不是？过来，我帮你帮忙啊。去吧去吧去吧。妈，干什么呢？哎呦，这喜庆！我跟你说，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甜的糖，快！哎呦，小明啊，哥仨里边就你结过婚啊，你给你大哥好好参谋参谋。没问题，我操办，保证让他们两个终身难忘。哎，你们两个婚纱买了没有啊？哎呦，别买别买，不买。头两天陈姐那孩子跟我发牢骚呢，就婚纱穿一天没用了，放在家里一大堆，都成累赘了。买婚纱那钱拿出来过日子，那多实际。妈，人家不是以前了，买一件婚纱买得起。大哥，小丽姐的婚纱一定要给买啊！买，肯定买。买，哥，咱买新。买，肯定买。这一路上我就在想，大哥的婚礼要搞成中西合并，别像我当初搞得那么单调。哎，你们俩的衣服啊，多准备几套啊！交换戒指的时候啊，穿婚纱；宣告誓言的时候穿中式。还有啊，你们俩怎么发表誓言，怎么让到场的来宾都感动，我都帮你们想好了，我给你们写下来，只要你们能背下来，保证让所有来宾都赞叹不已。嗯，厉害！谢谢你，窦兆明。其他布置方面的事情，就劳你多费心了。至于誓言，就不用你来写了。我和大哥商量着来，这毕竟是我俩一生的承诺。我们还是想不要找别人代写了。对对对，也对啊。那我现在还能帮上什么忙？写方案呢，写完方案咱俩好去布置，这就剩一天的时间了。对呀，走，写方案去。写方案。妈，我就不帮你了，我去帮二哥了啊。大哥，交给你了啊。好好写啊，没问题。哇，小明今天表现还真不错啊。妈，你终于可以原谅窦兆明了，这样我们就放心了，对吧，大哥？对，对什么对呀？简直一塌糊涂！你们行政部门应该全力保证业务部门的工作，可你们倒好啊，成了业务部门的太上皇，这是本末倒置。你知道没有他们，医院能存在吗？回去好好想想下边该怎么做。是院长。薛主任，院长你找我啊。北昌啊，你们几个科室紧急反应的情况我已经批评行政部门了，太不像话了。你回去告诉大家，今后他们还有谁对你们业务部门苛刻怠慢，你们随时可以找我来反映情况。哎呀，有你这样一个懂业务的院长，是我们搞业务的幸事。哎，就不说这些了，我也是从干业务上来的，知道你们难处。伟昌啊，窦兆辉什么时候开始上班？下周一。他来了以后，我想把人员重新调整一下，一会儿我把调整方案你给签个字儿。哎，那是你们科室的事，你又是主任，今后这种事情你自己定就行了，没必要找我签字。我不相信别人，难道还不相信你吗？啊，伟昌啊，我非常重视你对我那篇论文的意见，那篇东西我还要接着往下写，到时候写完以后，还得请你在整体上帮我把把关。哎，院长，哎呀，文玲对你这个课题啊充满了希望，我敢说呀，等到试制阶段，啊，他一定会在财力上支持你。文玲，对呀，他很关心你啊。听说你又开始钻研业务，他非常高兴。老婆嘛，关心自己男人是正常的，而且不关心的话，反而倒有问题了。啊，对了，你的手术我给你安排在下周三。难度有点大，病人年龄大了，体质也弱，都怕在手术台上出现什么意外。如果你不去，我们还得另请专家。好，
等会你让人把病历给我拿来，我先有点准备。好，我还有个手术，我先去了啊。 家又多了一个女主人，以后就可以回来换点口味吃了，是吧？原来不也是这样啊？天天都换着花样让你吃。哎，你们方案都写完了？写的差不多了，这二哥还在写呢。三弟，以后咱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了。要是我有什么地方不小心惹妈生气了，你可得帮我多解释解释啊。小丽姐，想那么多干嘛呀？ 你又不是小媳妇第一次上门，你以前怎么做的，你以后就接着怎么做就行。咱妈又不是一个挑理的人，是吧？三弟，我就爱听你说话。<笑>聊什么呢？二哥，还能聊什么呀？聊结婚方案的事儿呗。对了，咱们带走的东西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哎，你再去检查一遍，别落下什么东西，到时候咱们俩还得折回来。行。 一些习惯跟家里人有出入，不是跟家里的习惯吧？是怕跟大哥的习惯有出入吧？你，小丽，你是不是因为跟我赌气，你才答应嫁给大哥的？你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大哥又有什么好处？小丽，你太冲动了，你。不过，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。 你还在研究你的课题吗？啊，业务丢了这么多年，再不捡回来，连新来的大学生我也应付不了了，所以得快马加鞭，把丢失的时间补回来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用心的视角研究的第一个课题，所以不敢怠慢。我支持你搞研究，你现在有这个条件了，如果需要费用，可以从我这出。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，不过你现在还不知道我研究的是什么，就肯给我投钱？我听韦商说过，叫什么 CUY， 哦，这只是个名字，关键是要有研究的方向和研究的成果，这两方面最重要的。哦，那我先睡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
事呢？有事儿。啊，文玲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啊，文玲啊，是这样，你看这刘瑞瑞明年就毕业了，他是留下来还是回去？我觉得你光跟他商量没什么用，我的意思，干脆让他留回到他父母那边去算了。睡吧，我困了。这还没反应过来呢，明天就做新郎官了。哼，别变戏法似的。老三啊，啊，刚才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发现你的眼神不对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我那是为大哥高兴呢。你就别瞒我了，其实咱们两个想的一样。怎么样，我说对了吧？二哥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不知道大哥跟小丽姐结婚到底是好还是坏。刚才看到大哥那么高兴的样子，我突然替他有点担心了。如果大哥今后过得不好，那我就成罪人。二哥，那是过去的事了，咱就不提了。小丽姐以前是怎么想的，咱俩心里最清楚。她根本就不想嫁给大哥。所以我刚才说啊，如果他们两个过得不幸福，那我就是罪人。哎，我就担心大哥。你说大哥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他那脾气。这脾气一上来，谁也控制不了他。你说这以后他要跟小丽姐闹了矛盾，那小丽姐还能再接受他吗？这也是我担心的。小丽我最了解，遇到事情，她有很大的忍耐力。可是他一定忍到极限，他就毫不犹豫地爆发出来。对，老三，咱们为了大哥的幸福，咱也为了小丽，从明天开始，咱们哥俩一旦逮着机会，咱都要劝小丽，直到他完全接受大哥那天为止，知道吗？二哥，你这话说得对，不过我觉得有些话你还是应该跟小丽姐说清楚为好。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了。我明白。这大哥怎么还不出来啊？他今天晚上不想早点睡觉了？明天他还做新郎官呢。不行，我先去叫他。明天我还是伴郎呢。哼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哟，这谁家老太太呀？这么漂亮，好看吧？好看。妈，这以后你要多打扮打扮，这打扮起来年轻好几岁呢。真的？是啊。哎，行了，妈。就你会说话。这时间还早着呢，你这么照镜子傻笑干嘛呀？趁这个时候好好坐一会儿，歇歇。今天有你站着呢，啊，坐这儿先歇一会儿。这下可有事儿干了，一坛酿不出两样的酒，一树开不出两样的花。你大哥他俩不就是一坛子酒一树的花吗？花都开了，那果子还远呢。行，妈，我帮你给他们施肥，催他们早点结果，好了吧？太好。妈现在心里觉得我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精神了。咱们苦日子真是过去回不来了
熬出来了。妈，怎么突然发起感慨来了？慧儿啊，妈还跟你说呢，你打小妈最心里放不下你了。那会儿咱们日子苦，我老想着可别给这孩子吃不饱了，穿不暖了。哥仨里边，妈最心疼你，最牵挂你了。现在好日子来了吧？你也熬大了，那么懂事儿，还知道哄妈高兴。什么时候你的事儿办完了，那我这一辈子的任务就彻底完成了。什么什么？谈恋爱了？告诉我是谁。本来我是想过几天再告诉你，可是我又怕藏不住。哎，其实我真的是刚知道他是单身，我怕再藏下去你会发现。哎呀，我也憋得不行了。你是乖孩子，乖孩子，来，快告诉我是谁。和你一样，也是当老板的。你找个做生意的。哎，妈，虽然他生意没您做的那么大，可是在泾阳也是屈指一数的大企业，特别是像您这样做生意的，都知道他的生意。做什么生意的？天运大酒楼的老板。天运的老板？谁？那个开饭馆的？哎，不不不，是大酒店。蕊蕊，一个开饭馆的人，整天是伺候人，啊，心里再不高兴，那脸上都得堆着三分笑。你觉得跟你合适吗？啊？再说了，妈是做生意的人，这做生意的男人啊，这好的就不多。人家怎么着你了？你要这么说人家，伺候人怎么了？干嘛不得伺候人？这挣钱就得伺候人。我跟你说啊。我正式向您宣布，我要正式发起攻击了。打住！立马给我打住！这事不行，我不同意啊！妈，我这是尊重您才跟您说的。我觉得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诚实可信，而且他身上有好多好的点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就说破天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同意，我态度非常坚决，不同意啊！这人家怎么着你了？你干嘛不同意啊？你去找个开饭馆的，你觉得跟你合适吗？啊，般配吗？你合不合适，我心里边最清楚。你清楚是吧？那好，我问你，他什么家庭背景？你清楚吗？啊，你清楚吗？他什么学历？你告诉我。不知道。你看你一问三不知，你还跟人去谈恋爱呢？我告诉你，他把你放在麻袋里背着，把你卖里帮人数钱呢。他多大了今年？那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问过人家。你不会看啊？他看上去就像三四十呗。你找什么呢？啊，你找爸呢？啊，放着董兆辉这么好的、这么优秀的人在你身边，你不找，你去找个开饭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就是不想找一学医的。咱们家哪个不是当医生的呀？以后我还得当医生呢，再找个窦兆辉也是当医生的，多没劲啊！我告诉你，反正我不同意你跟一个开饭馆的去谈恋爱。你要是再不听话，那对不起，我把你送回你爸妈妈身边去啊！你离开泾阳，我负不起这个责。送回去就送回去呗，反正送回去肯定再来，我还能再找他。你成心气我是不是？啊？哎呀妈，我没想让您生气。我还生气呢，这人家到底是怎么了吗？你非得这么说人家。我跟您说呀，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救我的那个人。要是他故意安排的这件事呢？他故意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呢？你怎么这么幼稚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？你这是在侮辱人。你就是说破天我都不同意。你这不是在谈恋爱结婚，你这是在报恩，你知道吗，孩子？反正这是我的事情，你不同意也没关系。你这么说，是吧？他是天运大酒楼的老板哈，那我现在就去找他，我告诉他以后不许他再跟你来往。妈，
梁师傅，你好。好好好，里面请。哎，王总，来，好好好，王总，来来来。妈，妈，妈，你等等我，妈，你等等我呀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哎，你看看，人家有婚礼，你不能去闹人家婚礼啊！我又不是去闹人家婚礼，我就是见他的面，我跟他说以后别让他再缠着你了。妈，我求你了，我们回去吧，别闹了，妈。你放手。妈，我错事，风格你是知道的，不能过夜，我要对你负责任，你知道吗？接电话，快接电话。您好，您的请柬。什么请柬？啊，就是这个。啊，我不是参加婚礼的，我是来吃饭的。哎，那对不起，那个我们今天歇业一天，不对外营业，实在对不起了。我找你老板可以进吗？哦啊，今天这就是我们老板的大喜日子，您看您没请柬是真的不能进去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你们老板的大喜日子？对对对。你们老板叫窦兆光？没错，就是窦总。今天是他的婚礼？对的。不可能。新人的照片就在那儿呢，你们去看看，看看找的究竟是不是我们老板，是不是弄错了呀？来，小姐，你把这让开，我得进去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您不能来。你让开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把这个车放在那边放好了以后，你赶快过来，因为你今天是伴郎，听见没有？妈，我记着了，你放心吧，放好车我就马上过来啊。哎，好，你和二哥还有好多事要办的，赶快去放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妈，快去放了。你跟我说的越多，这耽误时间越多。帮我妈照顾好了，我妈出差事我找你算账啊。哎，好。哎呀，走。还让你让开！您真的不能进去！我进去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能进去。我得进去，您真的不能进去。我急了哈！律师，你起来，起来！您真的不能进去。这边大喜的律师不在这儿干了，不在这儿干了啊！这样的，他没有请柬，非要进去，我们不让他就纠缠不休的。哎呦，你不能这么说话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今天呢不营业，因为这办了一个婚礼。大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怎么能不认识呢？十年前，在清水医院，我给你看过病。是是，啊、你怎么来了？还见过你的儿子。是啊是啊，嗯，这都是客人。哎呀，今天这是，这是我们家大儿子，他在那个饭店吃饭的那大儿子小光，他叫窦兆光。对、哦，今天是他的大喜。哦，是吗？这都是熟人，哦、你看你，你快忙去吧，来，一块儿去。不不不，大姐，我今天真不能参加，我还有别的事儿。那不行，今天高兴，这我们的大事。还有谁都都来。不是，不行不行，大姐，我不能参加。不行，你今天走不了，走不了，你好好照顾着啊。累不累啊？还好。还好啊，回家了啊，回家喽，上车。走嘞。走啊，干嘛呢？大哥。哎。我今天想陪我父母，他们是第一次来金阳，我不想把他们就这样扔在宾馆里，这样我心里不踏实。小莲。今天是咱俩新婚之夜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大哥。可是，
转眼又是一岁，霜染的鬓发难掩一年年的泪，相拥怀抱暖你的身躯，这一生注定天。